有洗头机械人，长者唔使烦。系沙龙室嘅靓发，当然唔少得洗头呢个环节啦。但有冇谂过洗头可以由机械人代劳呢？日本 Panasonic 发明咗呢部洗头机械人，瞓上洗头椅，机械臂就会扫描头型同尺寸，拣最啱款嘅洗头按摩程式，然后再喷洗头水，用机械臂嘅手指按摩同冲水。唔止啊，佢仲会好精咁记低晒客人嘅头部资料，方便下次再用。Panasonic 话，日本人口老化严重，洗头机械人系专为医院同护理中心而设，方便照顾啲公公婆婆啊。